我从来不是孤身一人，还有许多人为了守护这片大陆的美好在努力，这是我相信奇迹会发生的理由。微光是跨越时空的存在，微光的诞生是为了拯救奇迹大陆的文明，不计拯救的代价。星海上漂浮着人类文明的纪念碑，他们能将文明短暂的封存，但这是一场跨时代的试验，是提前踏入未来的机会，我没有理由拒绝。肉体只是装载意识的容器，你不想换一个更完美的躯壳吗？生命的形式本就是多样的，人类必须突破思维的局限。号新世界实验宣告失败，实验结果已记录，程式重启，新实验方案孵化中。未知的变化，不管它将我带向哪里，我都会选择前行。
神圣的双翼赐予精灵无上的荣光。双翼赐予精灵无上的荣光。Thank you.
1206为您服务。星光点亮夜幕，流动的极光就像灵感在跳舞。Thank you.
光点亮夜幕，流动的极光就像灵感在跳舞。